11月20日，蒋劲夫失踪一段时间之后，其日本女友中浦由花晒出多张脸部、身体淤青照，并写道：“最近这段时间，让关心我的大家担心了。我中浦由花还健在，蒋劲夫行踪不明这件事的确与我有关。应律师和搜查相关人员的要求，恕我不便透露过多。”据悉，今年7月15日，蒋劲夫大方公开恋情，此后曾多次晒出恩爱照，经常高调撒狗粮。然而如今却疑似感情生变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Thank you.